金盏花盛开，新竹县尖石乡纳罗部落栽种3公顷的花田，能泡茶也能入菜，做成点心。休闲农业区举办金盏花季的活动已经开跑了，持续到4月底，邀游客来赏花海，体验采收和拓印，还能品尝金盏花风味餐。唱出天籁嗓音，锦苹果小带来优美的泰雅合唱团表演，伴随鼓声展现民族精神，为尖石乡纳罗部落金盏花活动揭开序幕。金盏花在我们这个区块，它生长得非常的良好哈，那跟其他的跟香草类的部分都发展得很好。那每年的3到5月哈，就是我们金盏花盛开的时节哈，那。在我们的纳罗休区哈，欢迎乡亲朋友们来到我们纳罗。金盏花的疗效非常的多，它有抗菌及消炎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疗效哦，所以它在做特餐也可以，然后也做一些像护肤的一些产品啊，美容产品。尖石乡推动香草产业已经16年，种植迷迭香、薰衣草、洋甘菊超过数十种。全乡5公顷，其中纳罗有黄金香草部落之称，3公顷金盏花，每年2到4月底是盛开季。今年休区举办金盏花季山里花见活动，大力推广原乡观光。民众只要凭青蛙石园区门票购买金盏花季套票，就能折扣入园优惠，享受徜徉金黄色花田，体验采收。小朋友也能 DIY 制作花环、植物拓印，或品尝金盏花入菜的原住民风味餐。未来还会跟生技公司这个可以确定的，我提供一些我自己的土地来让生技公司来种植这个有药效的这个农产品。小铺里面的特餐都是金盏花的特餐这样子，对。那票券里面的话，除了可以到现场让你采到很多的无限制可以让你采花之外，它还有一个 DIY 的活动可以让游客去参与。纳罗部落有7户栽种，提炼精油制作护肤品，也入菜做糕点。民众不妨趁着4月底前的周5、6日到山上玩，欣赏浪漫花海。